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，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。改革是需要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，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，我们已经创造了无数辉煌。在这里，我向全国各族人民，祝福老人们健康，祝福孩子们快乐，祝福每个家庭幸福安康。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我们将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。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，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，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。改革是需要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，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，我们已经创造了无数辉煌。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在这里，我向全国各族人民，thank you.